想玩晒芬兰冬夏天嘅活动，唔一定要芬兰次嚟噶噃。今次我哋就同旅游达人 Joanne 喺夏天嚟到位于中部嘅 Fakati。呢度地方细细，但已经够晒玩尽冬夏天同大人小朋友都啱玩嘅活动。Fakati 有好多出名嘅滑雪地方，但夏天嚟到又想滑雪，嚟呢个全球首个室内滑雪隧道就可以啦。作为滑雪新手，梗系要先揾教练指导一下啦。全长 1.2 公里的隧道，有平路亦都有斜路，最啱初学者慢慢嚟练噶啦。想悠闲啲嘅，可以穿住对雪鞋嚟个雪地漫步，再坐埋滑冰车同雪橇拉车，小朋友玩都绝对冇难度啊！呢度专系俾国家队夏天过嚟训练，所以配套都好专业同完善噶。我哋仲去咗个斜啲嘅室内滑雪场玩 snow tubing。拎住个圈圈搭运输带上去就可以上落嚟。虽然只是玩一阵，但记得都要着够保暖衣物啊。Angry Birds 嚟自芬兰，呢度就有全球第一个同最大嘅 Angry Birds 乐园，里面有好多为小朋友而设嘅运动游乐设施。呢个游戏要一边防守一边进攻，真系超级刺激啊！芬兰嘅小朋友喺七岁翻学前都系周围玩同埋体验事物。睇佢哋打晒关斗，玩到出神入化咁，原来好多都系佢哋自学翻嚟噶。呢个历期一共有九条路线等住你嚟挑战，各有唔同高度同障碍噶，小朋友玩都冇问题。初头会有教练睇住我哋玩 level one， 确保我哋掌握到点玩先可以挑战其他。我哋就用咗半个钟头挑战 level three， 有啲障碍都几考平衡力同技巧噶，不过玩到最后冲落嚟嗰下真系超爽啊！芬兰被誉为千湖之国，福卡茨咁啱又系被湖所包围。今次我哋就不如刺激少少，坐快艇喺湖游个船河，喺近一个钟嘅船程入边欣赏下湖边嘅小屋建筑。船长仲为我哋准备咗士多啤梨汁添，最美嚟个45度倾侧，真系估佢唔到啊！芬兰嘅夏天同冬天都有好多嘢玩同埋体验，大家不妨嚟发掘下啦～